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现在呢要来吃天地食堂的这个新产品，这个胡麻拌面啊，我来吃看看好不好吃哦。为各位朋友开箱一下，这个是9月21号上市的。22，我查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它的话有这个，还有蛋蛋，还有这个汤蛤蜊汤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218元，好，我觉得蛮划算的啦，因为它品质很好。好，我先吃菜看好不好吃。好香哦，真的好香哦。这个面，我吃海苔。你要吃海苔？那个海苔啊，你上面的海苔。好，来来，我给你吃。哎，好，先给我儿子吃海苔。我把海苔交给他了。好，这个是胡麻面，我要来吃的。它里面的话还有这个玉米笋，好、哦，两个花椰菜，然后还有一个番茄，哎，不是，这青椒。好，我看到了，姐姐可以吃。番茄。看错了，这个是青椒。我想看看。好，那我的给你。看看青椒，我想吃。那我的给你，你待会用手拿，给你吧。爸爸，我想要吃面。我待会给你吃，我先吃。我先吃。看不见，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，对，好，超赞。